大家好，这里是刘瑞说。今天我们主要来推荐一款经典 AI 视频制作工具，它可以通过文本或者视频生成带有指定动作的角色，从而提升 AI 视频中人物行为的可控性。关键它还是免费的。我们先来看一段完整的 AI 作品吧。下方这个是原视频，然后上面是由 AI 进行换脸、更换服装后重新生成的作品。效果确实非常不错，要实现这种视频生成效果，要用的就是这个 Vigo 平台，链接会放在视频下方还有零度播上。打开这链接以后，然后接着往下拉，然后在下方找到这个 Vigo 官网，我们点击打开它。好，进入以后这就是它的官方首页了。在下方这里我们看到它有一些作品展示以及如何使用它。如果想直接使用的话，那么直接点击上方有个 Discord 的这个链接，因为目前 Vigo 的服务它是托管在 Discord 频道上的，进入以后就可以免费使用。目前有7000多个人在线，6万多个成员，那么得接受邀请来进行注册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注册过 Discord 账号的话，那么给你下方有个注册，来注册一个免费账号。你只需要在上方输入电子邮件，然后昵称、用户名、密码、出生年月日等等，就可以进行免费注册了。因为我之前已经注册好了，所以这里我就直接登录就可以了。输入账号密码以后，我们点击登录。好，登录好以后，那现在重新回到刚才的页面，来进入 Vigo 的 Discord 频道，在零度博客上我已经放这个链接了，我点下方有个点击进入。好，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了。然后他问你你是如何找到我们的，这个你可以随便填写了，比如说通过朋友，然后点下一步，然后你感兴趣的这个东西，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去选择。那第一个是游戏，然后第二个是技术编程，然后艺术音乐等等，这个你可以随便勾选。勾选好以后我们点下一步，然后是来自哪里，第一个是亚洲、欧洲、北美、大洋洲、非洲等等，选择好以后我们点下一步，然后这是它的服务条款，这个你可以随便看一下就行了，最后我们点击完成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你就正式进入到 Vigo 频道了。目前这个 Vigo 频道它主要支持4种生成功能，首先第一种就是图像加视频生成动态视频，用户可以先上传一个视频和一张角色图像，上传以后Vigo 就会自动将视频中的动态赋予这个角色，生成一个新的视频。而且 Vigo 并非只是生成简单的正面动作，它还可以模拟出角色的 3D 状态，这样即使是原视频有身体旋转、四肢交叠等动作，这个 Vigo 也能进行准确的进行还原处理。进入这个 Vigo 频道以后，在左侧这里它会大量的子区啊，就是 Element 1、2、3、4，总共有10个，你可以在里面进入任何一个频道，比如打第一个频道，就它子区啊，就它第一个子区，进入以后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用户在里面进行了使用，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个来看一下。这用户进行合成以后效果，接下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现在我们只要在下方这个输入框里输入这个斜杠，然后后面跟上 mix， 输入以后你可以看到它上面会出现4个这选项，第一个是图像，第二是 video 就视频，第三个是背景，第四个是微调。首先我们先上传一个视频，我们点击 video， 打开以后第一个框里就是需要我们上传一个需要更换的角色的这个图像，比如选择郭德纲图像。然后第二个我们需要上传一个视频，比如我们拿这个视频来做演示吧。这个视频的话最好不要超过25兆的，然后最好是高于 720p 的像素以上的，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然后先把这个视频赶紧上传一下，我们点击这个 video 这按钮，然后把这个视频给它上传上去，选择以后我们点击打开。好，上传好以后，然后第四个是微调，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打开的话是 on， 有背景的话我可以设置为白色的。好，设置好以后，然后最后我们点击确认一下就可以发送过去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等待一下，因为当前有好多人在使用啊。好，它先出来了，来看效果啊，我们点击打开看一下。刚才不应该把这个背景给它去掉啊，应该背景去掉太难看了。我重新再试一个吧。这刚才这个效果确实不怎么地啊。我重新换一个，来上传张图片。
这个图片最好是全身照啊，我们比如让我找小月月的吧。下面换个视频，有没有拿这视频做演示啊？我一会儿把这个人啊，把这人脸还有他衣服啊，都给换成其他的这个人，最好找一个全身照片啊，有没有给他换成这个马保国老师吧？你上传一张马老师的图片吧。啊，第二个视频，你更换一下。啊，上传好以后，同样设置背景还是微调，对我们点击发送一下，看最终效果怎么样啊？因为上传以后啊，下面会很多人把你顶上去，如果你找不到自己在哪里的话。那么在上方的搜索栏里，就在上方这里啊，输入你自己用户名，比如我这是零度解说，输入好以后，就可以在下方这里，他会看到有一个来自零度解说的消息，我们只要打开就可以了，就会看到。但目前由于还在处理中啊，我们稍等一会儿。目前用的人太多了，但如果你在某一个频道比较卡的话，或者比较慢的话，你可以在左侧这里切换到其他的子区域，他目前总共有十个，到时候可以进行切换一下。啊，它现在出来了，打开看效果。太鬼畜了，他好像有点失真啊，在图像。但他不仅可以通过图像加视频来生成新的动态，我们也可以通过图像加文本生成新的视频。而且这个动态提示词，他们官方已经提供了，我们可以参考微博官网首页提供的这个提示词模板。打开以后，我们点击上方这个提示词模板，就会看到里面有100多种动态提示词啊，那包括跳舞的、行走的、跑步的等等，各种姿势都有。打开以后，我们直接点下方一个复制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点这个动作，打开以后，在下方这里就是它的提示词，我们把这提示词给 copy 出来。copy 好以后，重新回到刚才这个生成页面。现在我们就在下方输入框里输入这个斜杠，然后后面跟上 unlimited， 就这里了。打开以后，而且我们点上传这个图片。比如现在我们随便选择一张图片，那进行上传一下。上传以后，那现在我们在第二选项里，就这里了，来输入提示词。输入好以后，然后背景这里你可以设置白色的或者绿色都可以啊。这里选择白色的吧，然后微调给打开，然后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它就开始了，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啊，它现在完成了，这个速度非常快，大概只需要10秒钟左右，它就完成了。打开看一下，就它模拟以后的动作，这个还是可以的。如果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你下载就可以了。这个是原图，然后这个是生成以后效果，这个、还是可以的，这个、效果。或者是 Vega 它还支持生成风格化人物，它可以对真人照片进行风格化处理，然后再添加动效，来得到更多样化的视频效果。我们只要输入斜杠 stylize， 然后在提示词里描述你需要转换的风格，然后发送出去。等新的图像生成完成以后，然后挑选一张喜欢的，最后添加动态就可以了。然后第四个功能化，它支持文本加图像直接生成动态角色。我们直接在命令这里输入这个 idea 的，然后下方的提示词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 image 提示词里输入这个人物描述，然后在后面 motion prompt 这里输入这个有关动作的描述词，设置好以后，然后设下背景颜色，然后发送就可以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character 的命令，它支持先生成人物图像，再通过文本提示对它进行添加动态。在这一步以后，我们可以筛选确定好人物形象以后再添加动态，可以避免出现文本直接生成以后发现效果不好的情况。更多功能大家可以自己尝试，它现在是完全免费的。今天视频所用的全部资料还有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